结果小帅回头一看，扭头憋着尿就跑了。夫妻两见状，赶忙上去包抄，可没一会就把人给追丢了。这下真的要 BBQ 了。妻子准备打电话给警察帮忙找人，没想到小帅被口水呛住，直接抹油了。夫妻俩看着眼前的肉，甚是满意。次日，阿伟就把小帅香煎又油炸，叫来了好友大山夫妻前来品尝。岂料半斤香肉下肚，大山吃出来了一块金属物体。 旁边的小美看到后，确认是心脏起搏器。翠花看到这一幕，灵光一闪，说：“这猪肉这么贵是有道理的，可能这猪有心脏病，所以装了起搏器。”涉世未深的大山居然相信的这种鬼话。